12岁开始，在陌生的城市间穿梭，对于我来说，熟悉的味道就变得很重要了。这也许就是我爱做饭的原因吧。为什么爱吃简单呢？因为越是简单，就越难做好，却又越是新鲜。就像每一个最好的自己。我是王俊凯，欢迎品尝东方味道。7月13日起，湖南卫视每周5晚10点，美拍视频社区《中餐厅》第二季。